好了，大家看这些卦，这个课间琢磨琢磨，这个很简单，是不是？咱们看能不能进行下去，一目了然，是不是？看结果很容易，是不是？无非什么？这个看财呗，是不是？你事要再旺，财不旺也白搭，对不对？那么这财还福，是不是福？福是说明什么？好长时间也见不着钱，对不对？那么财要在日月绣球，见着也，就说基本上死这儿，卖不出什么货，是不是？这个子孙爻代表货吧？穿车辆，这不是子孙父母爻应该带的车辆。对这个卖车来说啊，车辆不是父母爻，它是当货物。你不管卖黄瓜、卖地瓜，还是卖车、卖伞子，对他们这些卖主来说，都是子孙爻，都是货物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而不能当父母爻，买车的才能当父母爻。对于开发商，开发商开发的房子叫上品房，是不是？对开发商来说，它属于子孙爻，上品，上品房，上品吧，嗯，只不过这个上品是房子而已。对于买者，我买房这个房好不好，是看父母爻。对于卖者，是看子孙爻，不是看父母爻，他不住。所以这个穷人也是一样，这个父母不代表他的车，说不是父母爻多车都多，不是，是这个代表车，听懂没有？嗯，车多了还好卖了，没有钱他只能车进少，是不是？车越少越不好卖，越旧越不好卖，是不是？这个子孙爻代表车，上品，是不是？日月绣球吧，说明不适性，不行，都淘汰了，是不是？不值钱，是不是？不信，不值钱，是不是这么想？嗯，那么这财也绣球吧，对，也入木，即使出现就入木了，入什么木了？入这月木，月木这个位图是什么？父母爻代表费用，是不是？父母爻代表费用吧，就是见点钱也不够打费用里了，入费用木了，就等于偶尔卖什么一个两个还没有费用多，是不是呢？所以测求财呀，父母爻代表费用，你看这个费用多旺，是不是？代表成本，父母爻代表成本费用，经营的费用，哎，所以这卦中没有兄弟爻发动，兄弟爻直接代表什么？有事儿叫你破财。父母爻是代表什么？豪财的，豪财就是费用，让你破财了，打费用的，听懂没有？哎，这父母爻这么旺，而且还多，说明什么？豪财地方太多，是不是？那么店面需不需要花钱？需要。哎，那金车需不需要花钱？完了，雇人来卖需不需要花钱？这费用太多，所以这两个都不上卦就完了。这个不但不上卦，还绣球，所以这个你就往下经营，有没有意思了？没有意思了。你要想经营，还得往里投，投还是坑，是不是？这两个对财有利的东西都没有利，都不好。你这样的生意最好能天天见客户，他也没上卦，嗯，所以这个财很弱，扶着是不得出的，子孙爻也不行，就完了。事爻再旺也没有用，事爻他为什么现在日和事和，什么什么和代表什么？犹豫不决，是不是？被绊住，什么事绊住了？费用啊，烦恼啊。父母爻是不是代表烦恼？
费用啊，没办法呀。现在大时大日都是面临这种困境，我是该干下去啊，还是挑啊？没办法，你才来找我，是不是？那我只能告诉，挑吧，哎，长痛不如短痛啊，是不是？你没办法，他卖汽车生意不好，一直在赔钱，就没挣过钱，全是借贷投资，打个不小，惯鬼吃势啊，雄心壮志，是不是？嗯，惯鬼吃势，雄心壮志，嗯，结果越是雄心壮志越倒霉，一开始干一个店，后来干俩店。那一个店说这个车辆少，那两个店说你看人家都卖车，自己的车都卖不出去，是不是货少啊？往上进，哎，弄两个店，你找啊？我这车老车店继续经营，好不好？那说明还有一个店呗，是不是？所以不管老车店、新车店，他都得挑，啊，明白吧？这个用神福不得出。出来也得入日暮，跟你无缘，对不对？就投到费用里了。慢慢慢慢，入不敷出啊！哎，上面讲吗？啊，对对呀，哎呦妈，我都看车店了俩字儿。啊，对。老师，刚才那两个副标代表两个店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也可以。李二，车新车店继续经营如何？哎，一样的。小过便随风景。你看他的摇的卦，哎，和那个卦是差不多，哎，他俩怎么能那么像，是不是？也是这俩都扶着，你看还是惯鬼要吃屎，哎，六亲还都是一样，人这信息多专一，多诚信来求车，是不是？嗯，水风景对吊脚的呀，小过小的过策投资，是不是？嗯，那兄弟要这把兄弟要发动了，是不是？那也不行，是不是？嗯，你现在也不得出，出了也得磕，是不是？你还想继续经营？这个你看，是啊，也发动了，也不行，也画什么画兄弟，也得画劫财，是不是？还得贷款，兄弟要发动，说明新这个电器经营还得贷款。你能让他干吗？嗯，就这两个就决定是不行的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。能不能干呢？不能干，很明显啊，是不是？嗯，趁早打算，万鬼吃势的人呢，都有点雄心壮志，都想干点事业，但是如果财不救活就白搭，听懂没有？万鬼吃势人，万鬼代表事业，是不是？代表事业心，他还是不甘心的。人呢，人生为数，一个是名，一个利。利呢就是财，名就是什么官。他呢不但为财奋斗，还得为名。你投资个买卖啊，
跟农村出来投资个买卖，上城里投资买，你这一败涂地回家，这脸面挂不住。他很多日子他知道也经营很难，他现在为什么找你算呢？看了么早，他回去叫他挑，就你怕你笑话，脸面过不去，说能找着一丝希望，他尽量想干，是不是这么意思？所以他现在啊，骑虎难下就在脸面上，冠鬼爻是代表什么？不是冠鬼爻，对，是冠鬼爻，相当于把这种的什么冠鬼官姓、面子、名誉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为名誉战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就是怕这摊一挑，叫别人一看，你看干这几年也没挣钱，灰溜溜回去了，你的衣锦还乡是什么感觉？是不是？你这一败涂地是什么感觉？所以面子上过不去，其实内心一直都不行。找我预测目的就是看看能找着希望。我要一句话说行干吧，完了那就掉井里了，只能劝他你别干了，没有希望，很明显的，是不是？他还硬要干，那没办法。所以我给人所有预测，我说我这从卦象显示哈，没有希望，就不可能再起来了。一个你是没有精力，没有这个资金去干了，另一个从这市场行情了，从你这卦象看都不行了，而且竞争者都起来了，人家是比较有实力，是不是？这些不都是竞争兄弟，是不是代表同行都发动了，是不是虎视眈眈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是不行的。我是就劝他，我说你自己反正结果在这，你自己掂量，你不给他。所以作为预测师永远给他分析一个你做了会怎么样，不做会怎么样，两个结果你自己选择，是不是？你做了继续赔，不做呢能止损，是不是？是止损，要不然你继续损，那你自己选择。你别个甩，你别做，别做，别做。有时候好言难劝盖死的鬼，劝不了，是不是？叫婚姻感情一样，你明显看他俩不是个，不能说劝他，你别给俩个处了，你劝得了吗？他命中该有那劫，所以你把你给他处的结果告诉他，是不是？那么他自己选择。所以预测师只提供未来的方向，做你一个参考意见，而不给你做决策，听懂没有？你给人做决策就完了。做决策就怨着你了。第七，爻的四个层次运用规则，四个层次，这也是规则，是不是？入木啊、逢空都是规则，咱一直在讲规则。爻的深刻权利是有规则的，不可以随意乱生乱克，它是按照什么一定规则去生去克的。爻的层次决定生克权力大小，层次决定权力，是不是？爻的旺衰决定生克力大小，旺衰决定生克力，讲力度，是不是？上层次爻有权生克冲合下层次爻，上层次爻有权生克冲合下层次爻，下层次爻无权生克冲合上层次爻，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关系，是不是？权力，旺衰决定力量，层次决定权力，是不是和社会是一样的道理？其实一个卦就是一个社会，你用社会的现象去解读就好办了。
所以日月这个是给你权力的，是不是？动电呢，它也是权力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你动起来我就主动，静着你是被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动者他有主动决定生克的什么权利，但是你这个动者还受谁限制啊？受变爻，受日月，是不是？一层限制一层。那个日月，日月见是对所有的都有限制，就像国家政策对所有公民都有限制，是不是？都起到作用。哎，那么卦中的爻相当于一个地方或者某个部门，它只是在某个部门发生作用，对不对？它不能管全面，对不对？第一，爻的第一层次，在六爻中啊，一个完整的卦象包括日月见，有时也包括年见或者时见。那么包括年的一般测流年，测长期事儿，是几年能完成的事儿。这就是什么按年的有年鉴，那么特别短期的事儿，按时来推，以日子事儿，所以还包括主卦、变卦、六神几个组成部分。这是一个完整卦象，讲其中日月见。几年时作为一个具体爻来看待，它相当一个爻，是不是一个层次？它只不过是高高在上，是不是？在六爻预测中，日月见是各个爻的旺衰来源，它的能量来源。各个爻的胜克权大小是根据此爻它胜克权大小和以及胜克力大小，在此爻在日月见处于什么状态，应该具体的各爻的胜克力大小，不是胜克权，听懂没有？胜克力大小，胜克力大小啊，不是胜克权。胜克权跟谁有关？层次有关，是不是？这个，严格来说，这个把权改成力，听懂没有？所以再次纠正一下啊。那么日月见对卦中任何一爻都有胜、克、拱、合的作用。胜呢，就是直接胜你；克呢，就抑制你；拱呢？拱就是直和临，叫拱，听懂没有？直和临就叫拱。和这里的克就是也有冲的含义，听懂没有？的作用。所以呢，日月见的胜克，胜克权最大，这是胜克权最大，是不是？因为日月是第一层次，它权力最大，是不是？排在第一位，为第一层次爻。日月见第一层次，谁都弄不败它。这个你第二爻的第二层次，第一层次日月见。它权力最大，它是所有的爻的旺衰来源。第二层次爻，爻的第二层次是变爻。这里指的变爻是指的什么？主卦中发动子爻变出的，变出在变卦中同位爻，那才算第二层次。听懂没有？你主卦有个动爻发动了，动了以后它变出那个爻，那个同位的变爻。才叫第二层次，其他随着卦变抄下来那个不算，听懂没？懂了吧？所以这个变爻第二层次是指的什么？
由动爻变化出来的同位变爻，那个变爻才叫第二层次。没有动爻变出那个变爻，随着卦变而产生的那些变爻，都属于什么静爻一样看待，听懂没有？那么变爻除了对本位动爻有生克拱合的作用外，对本位的，对其他对主卦其他一些爻也有生克拱合的作用，但这种作用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当变爻对本位动爻有生克合冲作用时，对本位动摇有生克的，由于它本与本位动摇最近，所以就有优先生克权。这时它只对本位动摇产生作用，而不对其他摇产生作用，听懂没有？它不会对主卦中其他的动变摇产生作用了，你就不用看了，不用想那么多。或者说对其他旁爻作用力很小，你就可以忽略不计了。当变爻对本位动爻，你看这是个用对字就对了，对本位动爻没有生克合冲关系时，它就会对主卦其他旁爻产生什么生克合冲作用。而主卦中的动爻和静爻无权生克变爻，无权生克变爻，我都不管你，你更管不了我，是不是层次不够？变爻的生克权大小决定于日月见，它生克力大小应该不是生克权，确切着它生克力大小决定日月见，是不是？对吧？他受日月剑制约，其实他权力也受制约，力量也受制约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把你合住了，入日木了，是不是权力受限？被日月合了，是不是权力受限？风控了，是谁？是不是受限？风控是怎么来的？是不是受日剑受限？你昨天有之所以风控，是日剑退来的。是不是还是受日间克，对吧？所以啊，变爻为第二层次爻，它有权制动爻，制本位动爻啊。例，看一个例子啊，测。在部队某局机关，测工作能否升职，都57岁了，像这种想升职，目的就是什么？他不是想有这份权利，我说我马上要退休，我退休以后工资能涨一点，我退休以后多拿点工资呗，是不是？就哪怕能够续职，我能挂个职呢？我涨级工资也行，是不是？是。凡是57岁以后，都55岁以后，都是没有什么政治意图了，是不是？都是有一些什么为退休准备了，多拿这个钱儿，这种心态你就知道了，你像40岁，他就不会想我就退休怎么办了，离这还远呢，这57岁了，都往处在什么状态啊？余气状态，有这么机会，看能否把握住，就这么意思。一个视角代表自己，另一个看能否升职，看什么？官爻。官爻。自己看一看，分析分析。
答案呢咱先不点出来，是不是？你们课间呢看一看，现在休息一会儿啊。